嗨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我们以往的视频当中经常会提到隔音减震，减震我们上次已经用鸡蛋做过一个小测试。那么我们产品的隔音效果到底怎么样呢？今天我就带大家再来做一个小测试，跟我来吧！现在来到了我们的样品间，接下来我会用不同的几款产品来给大家做个测试。首先我们在水泥地面丢下这个钢球，然后我们依次用鸡蛋纹地垫、复合地垫、压模地垫、花园砖来进行测试。看一下，这是我们得到的数值，可以看出就这几款产品而言，隔音效果最好的是鸡蛋纹地垫，其次是复合地垫、压模地垫、花园砖。好了，上面就是我们的隔音小测试，各位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购我们的产品。想要了解更多产品信息，点赞关注我们。